欢迎收睇个行电信嘅 channel 啊！今日就唔系介绍电话嘅，咁就系讲一啲趣事啊，比较搞笑啲嘅嘢啦。咁就系、是、关于呢个荣耀 Honor 50系列嘅嗱、啊，由呢个九月尾到呢个十月头啦，竟然所有客人咧系订同一个颜色、哦。咁其实荣耀50系列咧系有四五只颜色嘅，但系咧佢哋竟然系拣同一只颜色。大家估唔估到佢哋係揀咩顏色呢？嗱，咁我而家開估啦，就係、是、呢個墨綠色，即係墨玉青啦，即係綠色。嗱，佢哋全部都係訂呢個綠色嘅，係十分之奇怪啦。咁其實呢，喺榮耀、第一批初期上市嗰陣時呢，係得四隻顏色嘅啫，咁就係得最受歡迎嘅水晶啦，因為呢只係十分之閃啦。咁之後原來係墨玉青咧，先係最多人訂購嘅。咁有一隻琥珀啦，咁仲有黑色嘅。咁後期咧，最近咧就喺九月咧，九月中尾咧，咁就出咗隻新嘅顏色啦。咁就係叫做呢個榮耀密碼嘅。呢只係新色嘅，咁大家可以留意翻啦，咁無論係榮耀50啦，定係榮耀50 Pro 咧，都有呢一隻新顏色上市嘅，咁就叫榮耀密碼嘅，大家可以留意一下。咁四隻顏色咧，五隻顏色咧都係有噶。好，咁講到呢度先啦，拜拜。100W 嘅榮耀 Supercharge，